台东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林永发位于东海岸的潮音小竹，以书画琴茶肆意会友，丰富了10月16号这一天的午后。分所天外一笔校外游，有古琴与洞箫演奏家郑振华、扬琴演奏家谭慧联合展演。茶艺茶室分享由东大美产系硕班学生梁美庄解说与冲泡。现场与会人员有东大儿文所所长尤佩云以及博士班学生等参与，琴弦雅韵飞扬，书画茶艺飘香，是一场落实生活美学、丰富心灵雅集的飨宴。林院长在乐音雅韵的氛围当中运笔流畅，完成了几件书画送给现场展演的音乐家，并且宣布将潮音小竹升级为都兰山画院，即日起筹备处正式成立，推动书画艺术，享受文人琴棋书画的生活。都兰山画院在台东所在综合报道。